什么道理？明明知道不可以，让我痛苦为了你，让我快乐为了你，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？看那东南西北风，吹着不同的脸孔，难道爱情只是一阵风？我的心儿碰呀碰，因为有你在梦中，从此生命不再空呀空。也许爱变得更浓，也许变得无影踪，只要有你我就有笑容。让我爱上你其实没什么道理，明明知道不可以，让我痛苦为了你，让我快乐为了你，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？让我痛苦为了你，让我快乐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？放我走，你可以帮助我，你可以放我走，湘云。虽然你是季家的人，可是你跟季家其他人不一样。你有良知，有一颗善良的心，你明辨是非。湘云，你放我走，我求你。我知道，你一定也不赞成你哥哥的做法。我们同是女人。你应该能够体谅我的心情，是不是？湘云，我求你，求你放我走。即使我放你走了，你又能上哪去呢？天地那么大，总有我含若没容身之处。我一定有路可以走的。这，我可以去找可可。你真的让我很为难呢。湘云，如果你真的放了我，小哥哥会感激你的。湘云，我也会报答你，还有莫可，他也会报答你一辈子的。湘云，我求你放我走，你放我走。湘云，我求你放我走，你放我走，我求求你，湘云，湘云。不行，我也没法子，这是韩记粮行的规矩。哪有那么多规矩啊？柳姑娘，我们大掌柜的做人就是规规矩矩，做事一板一眼的。哦，还有啊，还有什么？柳姑娘，这间房是两个人住的。啊？对了，那个小赖子啊，就住这间。你是说我要跟个赖子住在一间啊？柳姑娘，这还不是你自找的吗？好好在家，小姐不当。跑这来当伙计，当伙计就得像个伙计，就得守伙计的规矩。我看你还是回去吧，免得老大娘为你操心。再说这儿的活也不是你能干得了的。那只要你前脚出了这个门，我后脚就跟大掌柜说，那个小伙跑了，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？啊，你在这儿啊，也挺为难我跟阿福的。我不为难你们了。是吗，柳姑娘，你在这儿啊。我们得顾着店里的规矩，还得跟老大娘有个交代，左也不是，右也不对的。好了，我自个想办法安排，你去忙吧。啊，刘姑娘。哎，千万别忘了叫我小双，这出戏我还要唱下去。哎，对了，捎口信给我娘，请她老人家放心，我要休息了。刘姑娘，你。长贵哥，你请吧。哦。妈了个巴！喂，这是我的床哎，你是看哪里方便你就睡哪里是吧？睡进去一点呐。陈
我有个跟我讲说今天有个新的活计要，就知道，准是搁我房里来了。妈的，哼，老子，一个人睡觉多舒服多畅快，哼，就跟了一张床，我爱怎么睡就怎么睡，这多了个人，拿来啊！哎哎，这是我的，什么跟什么啊？ 小赖子，喂喂喂，什么小赖子啊？叫我赖子哥。嗯，赖子哥，您睡您的，我不会碍着您的。大娘，嗯，听说你有个女儿叫柳无双，是啊，这次怎么没见她也跟您一块来呀？哎呀，你匆匆忙忙的接我来。 我又不知道这儿是不是合住，所以啊，就没把他带来，让他留在老家看房子。等我到这儿安定好了以后啊，再看看你的意思，是不是要把他接来。您什么时候有个女儿，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？那是在你们兄弟俩走了以后。你们两个走了以后啊，我一个人也挺寂寞，挺孤单的。 我就一直想有个小姑娘能够陪陪我，合着也是个缘分吧。这卖担担棉的老怀呀，从大老远的给我带了个小姑娘来。您说大老远，那什么地方啊？丰都。丰都。是啊，这丰都来的小姑娘啊，听说她爹娘要把她卖给富贵人家的少爷冲喜，她不肯，老怀呢就用钱把她买了送给我。 半年以后啊，老怀又死了，我就花点钱把老怀给埋了。无双从此跟着我，就从那个时候起，他就叫我娘。无双很会照顾自己的，用不着急着把他接来。这人生啊，就是一个机缘。 等机缘到了，再想办法去接他们，啊？这么说，大娘一定还不知道他离开老家以后，房子已经被烧掉了，他说的女儿也已经葬身火窟。大娘一定没想到，他离开白河镇老家以后会有这么多的变故。假如我说要接他来。 你保重了。
谢谢。想走？哼，韩若敏，就算你差了翅，也难飞出我季家的大门。抓起来！是。香，你到底是姓季还是姓韩呢？你放走了他不打紧，居然还替他准备细软首饰。香玉，你真是替“吃里扒外”这四个字下了最新的注解啊！娘，平日你爹疼你宠你，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今天你居然敢做出这种事情，要放走那个不要脸的女人。娘，嫂子她不是什么不要脸的女人，是哥，是哥不择手段强娶了她。是你哥瞎了眼抬举了她，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，只要进了季家的门，就得守季家的规矩，认命的当季家的人。可是她不是，她心里不在这里，居然还敢做出对不起季家的事。娘，嫂她怎么可能做出对不起季家？你哥瞎了眼，难道连你也瞎了眼吗？你也给她骗了？我，她要是肯安分认命的过日子，我也就可以不跟她计较。可是她态度顽劣，处处跟你哥哥作对，不把我们季家的人放在眼里。你说，你自己说，我能原谅他，接纳他吗？娘，现在他动脑筋，居然敢动到你的头上来了。哼，我真是低估了韩若梅，不给他一点教训，不让他尝点苦头，他永远都不会学乖。娘，那你要对他怎么样嘛？明天你就知道了。娘，放我嫂子嘛，是我自己愿意的，是我自己决定让他走的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。娘，你就不要再折磨他嘛，他已经够苦的了。就算他有做出什么对不起咱们季家的事，我们也没有善待他，大家扯平了吗？扯不平的。娘，新仇加旧恨，我跟韩若梅永远都不可能扯平的。我要好好的教训这个不贞不洁的女人。娘，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？我恨所有对感情对婚姻不贞的人，我要好好的教训韩若梅，以泄我心头之恨。是没睡好呢，还是不习惯呢？还有个没睡的。赖子哥。大掌柜，早。小赖子。
你昨晚上哪去了？没上哪去啊！我一夜睡到天亮的，撒谎！道长，这个你上哪去了？你自个说。我，哼，三更半夜，不是去逛窑子，就进了赌场。除此之外，你还会上哪去？韩继良行的规矩你都忘了吗？没忘，我没忘啊！我不问你沾上哪个字。 念少哥，我王二麻子，道掌柜的，原谅我吧，我下次不敢了，我真的下次不敢了。下次不敢了，你还有下次？我，掌柜，张伯，这个事儿，小赖子是我带来的，我让他走。张伯，你帮我跟大掌柜的求求情吧，张伯。没什么好说的，走，不要让我这老脸难堪，收拾收拾就走。张伯，快走啊！ 到这儿来的人，都是柜上的，既是柜上的伙计，就不能例外。你不先打发他一个月工钱，再让他走吗？这个我不会亏待他，我会亲自捎给他。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差不多了，那我们开张吧。是。大掌柜。 你怎么知道赖子哲昨天一夜没回来？你到我们房里，还帮我盖了一床毯子。你凭什么放房钗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娘！娘，不要怪嫂子。 是我自己要放他走的，他没有错。娘，你不要打他，你给我站在一边去，免得我连你一块儿打。我还没说你呢，你只会帮着外人来对付自己人。娘是怎么疼你的？哥，娘，怎么，连你要替这个贱人求情吗？他不只是想逃，他还想偷人呢。 这种女人，你还留恋什么？还替她求什么情呢？你真傻啊你！给我打！谁要是想替这个贱人求情，我就先打谁。娘，怎么？你想要先尝尝鞭子的滋味吗？好，好，你们打，你不要打死算了。 万一我今天打了二姨奶奶，改天他们两恩爱起来，那我不是有罪受了吗？夫人，这个二姨奶奶在外面托人，大少爷心里不痛快。那夫人，您看二姨奶奶从来也没顺眼过，哎呀，大少爷活动活动。这个打的人呐，舒坦啊，挨的人不好受，这看着心里畅快啊，那这不是一举三得吗？怎么？ 你是得了人家什么好处，还是拿了人家什么手软呢？我是什么也没拿，什么好处也没得。是吗？是啊。瑞峰。大少爷，您不是气吗？他才是正主啊！啊，那您出出气吧，拿着拿着拿着。娘，给我打！娘，你怎么可以叫哥打嫂子呢？季瑞峰，你还等什么？ 开个门道子，岂不就没事了？哼，我什么时候求你饶过我？你要什么时候饶过我？你就不能说些好听的吗？娘，是我家嫂子逃走的，你给我住嘴！瑞峰，给我打！打！你们就要把我打死！我希望你们把我打死！我做鬼都不会饶了你们！季瑞峰。 你还在等什么？你打呀！你打！
小哥哥。季瑞峰，我说过了，没看见我当做不知道，只是听说了我不会随便相信，这可是我亲眼看到的。莫白，小哥哥，我求你带我走，你快带我走，你不要让我留在这里，我不要待在这里，你快带我走。我带他回去。不行，你们打伤了他。我们会好好的医治。我还是不相信。莫白，他身上已经有了季家的骨血，从今以后，他就是季家的媳妇。你们听到的给我牢牢的记住，那些没听到的，你们照我说的话说给他们听。谁要敢动他一根汗毛，我就卸他一条腿；谁要敢碰他一下，我就要他的命。你有了我的保证，他不会再受到任何不人道的虐待，我会让他得到最好的照顾。看来我就只好再相信你一次。我自己说过的话一向负责。鲍若梅回房去。夫人，刘媒婆来了，快请她进来。夫人，她真的怀孕了。是的，夫人，二姨娘确实是怀有身孕了。刘梅，你醒了，来，起来，来，怎么了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怀了孩子呢？我要当爹了，这是太好了。你干嘛高兴成这样？我当然高兴了，因为我要当爹了，而且他是咱们季家的长孙呢。哎，我猜啊，一定是个男孩。早知道县城的爹会让你这么高兴，我就早点告诉你。你说什么？你真以为这个孩子是你？不是吗？季伟，如果这个孩子真是你的，我就不会留到现在。我忍受屈辱，承担痛苦，难道就是为了你季伟峰的孩子？是莫可的，是莫可的。反正不是你。你确定？你不觉得你问的很好笑吗？你起来！你给我起来！你给我站起来！这下贱的女人！
是谁的。不必用那个猜字吧。你认为那是季家的骨肉吗？我要那个孩子安安稳稳的生下来，听清楚，安安稳稳的生下来，不能有任何差错。哼，我以为我们说好，男主外，女主内。季家家里面的事，一切由我来决定。我自己的媳妇儿，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对待她，不需要你出面插手。你不是对待，你是虐待，你根本就没有善待过韩若美。你要我善待一个不贞的女人？你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的，是不是？我们这种表面夫妻的日子已经过了20几年了，哼，人前恩恩爱爱，人后冷冷淡淡，这种日子你还要持续一辈子吗？直到我死。可是我已经认错了。认错，一句认错就可以抹杀你不争的事实，一句认错就可以把你所犯的错一笔勾销。季天，你太天真了。我不可也不会原谅你。我能和你做也只是表面夫妻，保住我们这两张老脸。原谅下辈子吧。好吧，如果你坚持这样就这样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韩若梅她是无辜的，你不应该把气出在她身上。是她自己犯错了，怨不了我。她到底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要你这样把她吊起来毒打？我懒得跟你说，反正她做错了事，一个做错事的人就该得到惩罚。你在外面的事我不管，我家里面的事情你也少管，咱们互不相干，我自有分寸。你真的知道分寸在哪儿吗？哼，我不是没有跟你撕破脸，继续维持我们的表面夫妻吗？事儿，您就先出去吧。你怎么可以说没有我们事？他是我们大掌柜，他被人打伤了，我们是店里的伙计，我们当然要留下照顾他。大小姐，我们大掌柜的是让谁打伤的？这件事儿，你们就不必再多问了。大小姐，就算你们问了也没有用，你们也无可奈何，你们也没有办法。是季家的人。为什么？不要再问了，我偏要问。他们季家人难道就可以随便把人打伤了，还不许人家问为什么吗？小双，他是什么人呢？他是我们店里新来的伙计，大小姐，您多包涵，多包涵。新来的伙计就可以这样没规没矩的乱讲话吗？韩季啊，真是越混越回去，越混越没有体统了。你是谁呀？你凭什么管我们韩季粮行的事？要不是你送我们大掌柜回来，我还不许你进我房间呢。这是我的房间。小双，不许乱讲话，对大小姐要有礼貌。我说错了吗？张波，你听他讲话的口气，说话态度，他才没礼貌呢。小双，快给大小姐赔不是。我偏不。小双，你要再是胡闹的话，我就告诉大掌柜说你是大娘的女儿。对不起，大小姐。你别站着去。大小姐，谢谢你送我们大掌柜的回来。我给他的是最好的清疮药，顶多3-5天就可以复原了。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。谢谢大小姐。大小姐，
您请回吧。你这是在撵我走？哎，不敢不敢，我们大掌柜的交代过，韩记上上下下的伙计不许对季家的人无礼，我们会好好照顾大掌柜的。现在天色也不早了，大小姐您就请先回休息吧。好吧，我明天再来给他换药。是，谢谢大小姐。大小姐请。你们要好好照顾他，有什么事就通知我，知道吗？会的，会的。说声对不起就算了吗？上岸不过头点地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张波，照顾一下大掌柜，我送大小姐出去一下，马上就回来。大小姐，请。你要什么？给我杯茶好吗？委屈你了。大掌柜，你醒了？我根本没睡，我是故意装的睡着。大掌柜的，你说的话我全听见了。张伯，你不要怪小双，他说的也有道理，只是他不知道季家人都是蛮横不讲理。可是张伯，你处理得很好，我也心疼小双挨了那巴掌，可是我宁愿你打错了小双，也不愿意别人打对了我们的伙计。可是他们打伤了我们的大掌柜的，那是我跟季家的私事，不关韩季良。小川，你刚来韩季良，有件事你就听我讲。碰了季家的人，你就敬而远之，千万不要去招惹他。那不管你有理没理，你都得理亏，懂吗？我知道。张伯。哎，麻烦你告诉我粮房里的伙计，这件事情千万不要传到我大娘耳朵里去，她要是知道了她一定会伤心的。 你就说我出远门三五天就回来。是，大掌柜。好，没事，您就歇息，我在小双房里有她照顾我就行了。好吧。好。对，粮行里的事就全交托给你，您多费心了。是。大掌柜的，你也休息吧。小双，你就在这陪陪大掌柜的，店里的事情你就暂时不要管了，知道吗？小双，对不起，张伯刚刚下手太重了点。张伯，不要怪张伯。对不起，没帮上忙，反倒你已经尽力了。你没事了吧？我小哥哥呢？他不会有事的，我们担心的是你。不管怎样，你现在肚子里有孩子，你要好好保重你自己。我哥跟我娘，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坏，他们只是心里有结，
他们为什么不肯放了我？你已经嫁到季家来了，那都是你们季家惹出来的祸，全都是你们季家强迫的，我根本不愿意，是你们的错。你现在说这些话也没有用了，你要往以后看，你要为了小孩着想，为了小孩跟你，你必须适度的妥协。妥协？你想要这个孩子吧？如果你想要这个孩子，你就不要再惹我哥跟我娘生气了，大家平平静静的过日子。有我爹的话，只要你认命，你可以过很安逸的日子。根本就别无选择，为了孩子你就委屈一下吧。好了，别想那么多，睡一会儿休息一下，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就都会过去。湘雨，你真是个好人，睡吧。你就别管我是大掌柜，我不也就是韩继良行的伙计吗？大掌柜啊，就是多担点责任的大伙计。你在房里就别太拘束，来，宽宽衣，啊，陪我聊聊，来，坐下吧。大掌柜，嗯，我还是站在这跟你聊天好了。哎，不用不用了，来来，坐下坐下。大掌柜。你原先，哎呦，你原本不就是跟小赖子同一个房间同一张床吗？你就把我当小赖子嘛，别管我是大掌柜的，啊，来来，坐下来聊聊。那我帮你倒杯水啊。不用了。哦，那我给您。好了好了，不用了，你就安安心心的来睡吧，来。哦，哎呦。小双，你认识我大娘有多久？没多久。那，你见过大娘的女儿吗？有啊。那你能告诉我，你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事？像是他长什么样子了？他是不是长头发？白河镇上哪个姑娘不是长头发的？对对对对，哎呦！哎，真希望他现在在这就好。为什么？他要是在这。你就不会出事。他出事了吗？小双，能不能谈的话，一个字都不要说出去，包括我大娘。好，那我跟你说的，你也不许说出去，包括我。啊不，包括你大娘。好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老家镇烧掉了吗？哎，如果柳姑娘真的死了，我们要讨回公道。大掌柜，你放心，吉人自有天相。如果柳姑娘她还平平安安活在白河镇，那我就应该把她接过来。哦。
啊不，暂时不要那么快去接他。为什么？有他陪着大娘，大娘就不会一直挂念着他呀。大娘身边有了你，有你，大娘就不会太牵挂柳姑娘了。大掌柜，你好像对季大小姐好像又喜欢又怕她啊。我既不喜欢他气势凌人的样子，也不怕他霸气十足的态度。那是因为他喜欢大掌柜，所以他气势凌人，也没有凌到大掌柜，霸气十足也没敢太放肆。大掌柜，你只要对他稍微温柔一点，韩记良行买卖就更好做啦。韩记良。韩记良行的买卖绝对不靠他的关系，也不靠季家的财势。我们只要再忍两三个月，把本息都还清，我们跟季家就没有任何的瓜葛。真的没有吗？恭喜您，二姨奶奶，您真的见天日了，现在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您。老爷子说，谁敢碰您一下，就要他的命。二姨奶奶，有老爷子这句话，连夫人、少爷都不敢招惹您呢。他是不是说，只要我别动了胎气，好好的把孩子生下来？是啊，是啊，二姨奶奶，您只要给季家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娃娃，这下就正式迎您进门做大少奶奶。大少奶奶，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当大少奶奶。我生不是季家的人，死不是季家的鬼，我怀的这个孩子也不是季家的种。春花，春花，你能不能让我出去走走？可以，当然可以，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我必须寸步不离地跟着二姨奶奶。春花，你知不知道我小哥哥在哪？您是说莫少爷？我不会为难你，他为我挨了一顿毒打，我理当去看看他的。他在韩记粮行。我现在就去看他。不可以。二姨奶奶，你管不着。谁说的？我说的。你要是敢再上前半步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好，你有种你就把我肚子里的孩子打掉，你打呀。韩若梅，韩若梅，混蛋东西！瑞夫，你可以上我的床，为什么我不可以来你家？小娟，你曾经说过，你从头到尾都没有碰过韩若梅，她怎么会怀孕？你说话。莫非韩若梅她怀的不是你的种？她真的是偷人？你先走吧，以后千万别再上这来了。我肚里怀的难道不是你的种吗？小娟，你清醒一点好不好？你当初怎么说的？只要我怀了你的孩子，你就会把我娶进门，当季家大少奶奶。现在我有，你却随随便便用一张银票想打发我走，
我叶小泉绝对不是一个容易打发的女孩子，瞎了眼看错了人。你够了，你别再闹了可不可以？听你说，我不走呢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有种你就把我肚里孩子打掉，说不定我怀的是个脓肿，而韩若梅她怀的只是个网片。小姐，你先回去吧，有什么事情我们晚上再商量，可以吗？商量？你什么时候跟我在床上会跟我商量一件事情？上床你就忙个不停，自个儿放什么屁你自个儿都忘记，在床上你说什么都答应，下了床就什么都忘了哈。怎么又被大小姐撵出来了？你就让姬大小姐陪陪大掌柜的，你也可以偷闲歇会儿嘛。嗯，我去招呼客人。哎，啊，姑娘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姑娘要买些什么？我想找你们大掌柜的。请问你是？我姓韩。韩，姓韩，韩继良行的韩。若梅，若梅，常梅梅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若梅，快请，快请。常梅梅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没有想到，我今生今世，我还能再见到韩继良行。我再也见不到我爹了。常北北，我小哥哥呢？我不问也知道若梅在你们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。你们季家的人就没有人把人当人看了吗？你们有钱就可以摆出一副赏人饭吃的嘴脸吗？你们有事就可以这样子仗势欺人吗？难道你们就没有恻隐之心，尽点善德？莫白，我也是吗？只要你对我好，我什么都可以依你。不是我对你好，你就要依我？我是个人呐，我也是会错的。你应该依的是天理，是公义，是做人的基本道理。抬头三尺有神明。心存不善，总是会遭到报应的。现在只是时辰未到，你们不要到了那个时候，你们季家的人都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一个都逃不掉啊！小哥哥，小诺，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快回去，要不然给我爹知道就完了。你爹还有什么事不知道？他当然知道。把我放出那个柴房，我就一定会走出那个大门。他当然知道，关得住我的人，却关不住我的心。我人虽然是关在你们季家，可是我的心，却一直想着可可。你还在想可可？你还在想可可？他如果不想他，就不会受那么多罪了。小哥哥，可可到底在哪儿？
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啊。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跟他在一块儿。哥哥，不要留个好好的妻子给他，不要留个好好的妻子给他。从那次以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可可。想快也快不起来了，那你还得怎么快啊？这还不算快。到这了，到这了，到了，到了！哎，赶到你了，大爷，今天从头上场了。来，大爷，别急，别急，我求求你！哎呦，这个家伙，他管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还我这女儿，还我这女儿！哎，你滚！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，我的女儿。我这女儿，小玉，爹对不起你呀。小玉，你啊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那不重要，现在你自己，我的女儿在我手上输掉了。哼，在赌场输儿输女的不止你一个人。她是我女儿，我怎么对得起她娘呢？我怎么会把她输掉了呢？因为你不是赌徒，所以你当然会输了。你是赌徒？不是。那你为什么说我一定会输？因为你没有一天赢过。人应该知道自己有什么，什么时候该下注，什么时候该赌多少，什么时候该舍弃些什么。舍得舍得，人之所舍才有所得。对了，他叫什么名字？我是侄女儿。他叫小玉。我媳妇生下小玉，第二年就一病不起，丢下我们爷儿俩走了。才两岁大的奶娃，我一天喂饱一天把她拉拔大了，我疼她还来不及呢。都二十岁的大姑娘，我舍不得给她找个婆家。二十年来，小玉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步。怎么会变成这种地步？三年前我被朋友骗了，我们合伙做生意，结果他把钱都拐跑了，只不过是为了一个小骚娘们儿。于是我只好借债来维持我的店面，可是我赚了钱怎么都不够还利息的。借钱给我的就是那个冷老板，两年下来利滚利，最后逼得我只好便宜把店铺抵给他。于是我把心一横，就进了赌场，一心想赢回来。结果我把女儿小玉赔进去了。我想回头
我想带着女儿回去过我们平平稳稳的日子，哪怕我是要饭，我都不会让她饿着冻着。可是现在我回不了头，我再也回不了头了。没事，没事往里闯干嘛？找事！我要见冷宫。他是谁呀？一个小兄弟，很不错的小兄弟。来干嘛？找活干。找活干？我看你是来找死吧。不，冷宫，我是来找活，不是来找死的。那我可以问你这冷高手，想找个什么活？当然是能赚钱的活。能赚钱的活？会什么？样样会，可是样样稀松。废话，那就什么都不会了。你说不会就不会吧。之前干什么的？在这之前百无一用。百无一用，那就是个书生了。难怪什么都不会。冷宫提拔吧。提拔？提拔有提才能拔的，一个书生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满肚子诗书文章，满脑子仁义道德，没个就是让人家给卖了，还得帮人数钱呢。对，冷宫说的句句难听，却字字实话。那你凭什么能耐来找赚钱的活干？这是个赚钱的地方，当然有赚钱的活干。满街可都是赚钱的活干，得凭本事。一个书生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挑，满脑子的仁义道德，满肚子的诗书文章，哪有什么本事？不过我会点赌，想跟你请教请教。哦，口气倒是不小啊，想跟开赌场的人来赌。小子，我看你还是回去吧，不要再做春秋大梦了。鼎鼎大名的冷宫会怕我这无名小卒吗？这话要传出去，可能对你的阴名不好吧。好，想赌什么说。赌他的女儿小玉。好，要是你输了呢？终身为奴。来人呐！怎么赌？三赌两胜为赢。行，请。陈浪，陈浪，第一局我赢。
局开始。三主两胜，谢了。你不再是他的人了。小玉，小玉，放！服不服？把他们打！谢谢猫大侠，救了我们妇女。我们父女两个愿意跟着猫大侠身边，终身为奴。我只是个拉车的。不管你是做什么的，我们都愿意终身跟随你。春花，怎么了？有心事？春花，我从来没把你当下人看。我们俩经过了那么多事，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我知道，我到底怎么回事？是大少爷。二姨奶奶，您不能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，这件事和您的妾身有很大的关系。大少爷在外面有女人呢。这有什么好稀奇？听说是您的同学，一个女人叫小娟，叶小娟。二姨奶奶，您要想想办法。如果这个小娟进了门，那您的日子……我不在乎她是哪个女人，只要她不要来打扰我，只要她能让我清清静静的过日子。二姨奶奶，您不能这么消极，您要……春花，我不在，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，反而我很高兴，他能跟别的女人在一起。干什么嘛？说啊！你有什么事情快说，我急着要出去。急着出去换女人啊？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这种我的事情？如果你不是我哥啊，我就不会关心你。如果韩若明不是我嫂子啊，我也不会关心你。看来你跟韩若明是同一线上。哥，你是爱韩若明的，对不对？既然爱她，你就不应该再跟别的女人有牵扯。如果你不改你的风流习性，你叫她怎么喜欢你？你叫她怎么接纳你？我不会再做这个梦，哥。我不是没有努力过，不是没有试着去讨她的欢喜，但是她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我，侮辱我，我不会再这么傻。为什么能开开心心的过我的日子？为什么要跟我自己过不去？那你就放韩若梅自由啊！她做梦。任何人都休想得到。我跟韩若梅是这么耗的，我找我的乐子，她做她的圣女，我不会再指望她对我产生什么情什么意，我不会再指望。告诉你，你给我听清楚，离墨白最好远一点，他们那一家子跟咱们季家都犯冲了。我会管好我自己的事情，但是你要管好你自己，否则啊，迟早有天会出事的。就算出了事又怎么样？你忘了，我的头上还有一片天顶着呢。
汤汤汤汤，哎呦，哎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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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一人，爱笑哎呦了了了啊！你喝醉了。哟，我是不是走错房间了？啊，老天爷下红雨了。若梅。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？啊？是不是知道自己有了竞争的对手，怕了，对不对？你怕我不要你，所以才学会了委曲求全的，对不对？啊？我只是认了命。你以前并不是这么想的。人都是会改变。你为了什么改变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你那个同学小娟，她让你改变的？啊，若梅，我知道你还是在乎我的，对不对？季瑞峰，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搞不清楚？你只要不要碰我，不要惹我，不要来烦我，我不管你什么三妻四妾，甚至一天换个女人，我不在乎，我真的什么都不在乎。我甚至很高兴，小娟能够讨你的欢心，让你转移对我的注意力。我真的很高兴。你。我累了，我要去睡觉了。你去找你的小娟吧。若梅表明所怀身孕绝非季家骨肉，瑞峰能忍下这口气吗？而墨白一意寻找柳无双的下落，无双会不会表明真实身份呢？他与湘云暗中争风吃醋的纠纷会造成墨白什么样的困扰呢？好戏越来越精彩，继续按时收看中视剧场火鹤。Oh,